李宁报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汉。现在我手中拿的是一碗宁波汤团，它独具香甜、鲜、滑、糯的特点。新年快乐，阖家欢乐，赚大钱哟！扬帆奋进新时代，不见不散。这条在上面，当每天这把笔再短点，再用画笔把这根长外的那个短。对不对吧？对，是你看切完之后，切，啥玩意儿？有点萌啊！你看，萌啊！你看，但对不对？那对，对的是吧？那真的对不对？赶紧让你。宁波的李姐一坐了磕磕绊绊。三十几年还要经历八十一难，小时候你做过的梦还会不算。来吧，试试。来，慢走啊。慢走嘛，不上班，所以起得有些晚。老婆煮的，突然想起老婆煮的别人做早餐。哈哈。也不用吃饭，我可不可以很寒酸？他说哥们儿。Same fine。 听昨天还要经历八十一难，小时候你说什么还算不算。他说哥们儿好久不见，今天我买单。发的朋友圈只有我自己点赞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节能又省钱。你说怎么办，没有理由不勇敢，可惜生活不是游戏，跟那混不惯。我们都是辛劳的男子汉，脚踏实地吃苦受累我也心甘。太阳底下现实旁边一样流汗，努力奋斗各行各业都有状元。我们都是快乐的男子汉，一路难免起起落落磕磕绊绊。唐僧取经还要经历八十一难，小时候你做过的梦还算不算。昨晚熬夜写的方案现在没写完，上了两年班，左手花钱右手赚，掐指一算存款过万，只差八九千。长得不好看就不能靠脸吃饭，幸好我用我的才华千金都不换。你说怎么办，整个世界在发展，别人都在加速前进，我们不能慢。我们都是勤劳的男子汉，责任在重，我用肩膀为你承担。为了幸福挽起袖子加油实干，人生漫漫只怕平庸不怕平凡。人们都说男子汉汉子难，茫茫人海每个背影都不简单。只要你能给我微笑让我灿烂，我就可以燃烧青春无悔无憾。